各位同学，那今天开始上课哈。我们这节课是由我们的众议院潘良华潘议长来上课，请大家用掌声欢迎，谢谢。啊，咱各位学员，大家晚安，大家好。啊，大家辛苦哈。啊，伫这个假日的时间，哈，啊，过来这做学生了哈。那么，首先。我呢真恭喜恁大家有这个机会来遮，好来台湾民政府学习这个法律哈。那么过去差不多七十年，国民党政府来台湾了，用因的中国的思想，你知影中国思想哦，都崇拜，连希特勒都讲，中国文化就是杂草。那么一寡摆中国文化拢教伫咱台湾人个头壳顶吼，虽然头壳内底底做个做着中国文化个本色。那么好不容易日本政府来台湾治理五十冬，予咱台湾人脱胎换骨，已经进入含日本水准边关个现代化个。的人民，你敢知影？联合国2014年1月公布，全世界的国家的人民，哈，伊人民的这个素质，哈，甲道德观，中国排第几名？你敢知？伫差不多170个国家，联合国有来调查，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68名，去年哈，去年公布的，拄啊赢上印度排上尾啊名，啊第一名上日本已经连续30几年调查起来拢第一名，那么去年第二名上。第一名是日本，第二名是美国，第三名我本来就是讲可能德国，结果不是是法国，哦，法国第三名。那么第四名是荷兰，第五名瑞士，第六名加拿大，第七名澳大利亚，第八名较德国，德国可能因为伊第二发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吼，所以屏蔽开，排伫靠边。无照讲啦，伊德国的水准应该嘛伫个前五名内底吼。那么你也想，日本连续30几年拢排第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拢是伫尾流，拢头160名以后。所以，这个中华民国兼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啊，这兄弟啊党，两个拢边搞讲白贼，但是毛泽东较厉害，毛泽东较搞讲白贼，所以文宣赢，所以我都把国民党赶啊个走来伫台湾。好，那么咱今仔来遮，我唔忙咱哦，过去你伫受国民党。你教迄款思想，你拢放入边，脑袋甲清空，吼、哦，先过去拢卖管，你啊归零啦吼、哦，把正确的真相吸收，甲过去国民党改，弄个放入边吼，咱来甲家己当作像海绵啊。正港的真相的这个知识，哈、哦，历史事件，咱来好啊个来个研讨。那么，直接我嘛要鼓舞大家哈、哦，有三本册你一定爱看。那么我来讲，我推荐咱秘书长出的这本《新台湾论》，这本咱台湾国际地位过去的一挂历史的真相，拢差不多写伫这内底。
包括我咧所讲这课哈，真侪拢为内底只出来哈。这本阮个合作台湾民政府的圣经安尼啦，吼，甲当作圣经。那么另外一本你若爱看，就是咱的外国人写的哈，美国人写的。以前就是美国驻中华民国台北领事馆的一个这个领事员，哈，这个官员，伊叫做乔治科尔，哈，伊所写的《笔触马台湾》。这本是用于美国人现实的亲目所看、所了解来写，唔是咱台湾人写，嘛唔是中国人写，这较客观的来写。咱台湾人迄当时是一个先进的人民，台湾人先进的人民，和落后的三流的中华民国流氓政府来甲咱管，管甲不得不进，所以年外就发生二八事件。啊！伊这个真相写甲足清楚，迄本册我那看这头变高，但是我看袂落去，我头看三分之，我就挡袂掉，我看袂落。讲这国民党看咱台湾人吼，这完全是结太重，但是伊过去拢用欺骗、暗砍，迄本被出卖台湾，咱的台侨伫美国出版，国民党惊。开钱把所有出版社，还是册店的册拢拢买开，不好咱台湾人买着。你看伊偌惊，吼、哦！所以本册即卖已经台湾，吼、哦，有个先订出版，吼、哦，去年个订出版的时候、哦，所以你一定爱看。你若这本你看的完，你还过支持国民党，啊，我就真正啊无法度你啊，吼、哦！你若遐爱国民党，吼、哦，好，啊，另外一本。我认为大家嘛应该爱看，因为这本册出版上侪，数量上侪，而且出版的版本语言上侪。这本叫做基督教的圣经哈。那么现在我来讲要推荐这本，因为你有发现讲欧美这些国家的人呐，信基督教的，信那本圣经的国家拢真强，吼、哦，啊。因为里面有很多很好的这个教示、这个教训和智慧在里面。你看这个以色列，尤其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么小，人民才800万而已，土地差不多台湾的用三分之一。但是你看，他在那个一两亿的这个回教的国家的民族的边啊，这样吼，有法度生存，而且全世界倾全力。啊好，啊是这个提诺贝尔奖的比例，伊提上多，以人口数来算，等于诺贝尔奖五分之一是犹太裔的人提起呢。你看这个小国家吼，真正厉害。那么因就是遵守迄个圣经内底教示，吼、哦，啊个圣经内底智慧，所以犹太人熬赚钱，熬发明物件。你包括这个。美国英特尔这个伊的这个晶片，咱的电脑拢有一个中央处理器，有无？迄个 CPU。早期伫较早286、386、486奔腾系统，都拢伫以色列设计好，较伫美国的晶圆厂来制作出来。好、哦，那么咱的母国日本，同款嘛，真正优秀。伊伫这个明治天皇、明治维新。了，脱亚入欧，就是伊过去唐朝的时候有遣唐使，派特使去中国。唐朝迄个时阵哈，去中国迄个唐朝遐学习唐朝的儒家思想，吼、哦，结果无卡赢。到尾因发现讲，若阁继续或者儒家思想束缚落吼，因的国家袂进步。因为儒家思想就是拢咧甲你控制你的头壳，互你固定伫迄个位置，跳袂出去，无得做好的发明。你看，儒家思想一直到清朝末年，你看中所谓的类似讲因迄个中国啦吼，都过去安尼一直传来到大清安尼，敢有发明啥物
对全人类类有贡献的什么发明无呢？因讲讲火药，还火药拢咧放鞭，那个放鞭炮用的哈，放烟火用的。哦，啊，上加做一个发明造纸术了哈。而且，那伊今物来讲来看，已经无什么重大，算无什么重大发明。那么我要讲就是讲，你看日本明治维新了，伊变作世界的强国，包括今物嘛要作强，因所发明的物件，你今物用像 iPhone， 或者是这个韩国的三星，迄手机啊，差不多这两个大厂了哈。卖了上济，但是你爱得记哦，伊内底做者小晶片，拢也是迄个主要零件、重要零件，嘛爱甲日本买，嘛是日本发明，日本有这个专利，爱甲买吼。那么包括咱即卖真济印表机啦、卡美拉啦、吼录影机啦，或一寡高科技的这个精密的设备吼，拢是日本。制作的日本的那个工作母机也好哈，工具机，哦，伫世界含德国哦，拢做名哈。好，啊，你阿想，我头拄来讲世界评比哦，国民的素质，日本排第一名，应该三十几年，第二名美国。啊，你阿注意看，这两个国家拢含台湾做有密切的关系。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吼、哦，咱是日本是咱的母国。那么战后，换美国占领台湾，啊，委托中华民国来管，吼、哦，来接管。啊，所以这拢真重要，啊，但是真可惜。你看头拄我咧讲的，第一名是日本，第二名美国，上尾啊名，上尾啊第二名中国，哇，啊，咱结果咱说。有一个从买的名来跟咱管的，买的第二名哈，啊，你看咱有衰无？头拄仔咧讲的第三名法国，日本迄阵拄仔来管台湾，接管台湾，迄阵台湾人可能拢无欢喜，和外国人来跟咱管，所以三年一小乱哈，三年一小乱，五年一大乱，日本人管甲切心讲啊，无准备要。一个华人买安全买甲台湾偏哦卖哦法国，哦，当时迄阵也未有成功吼，我话咱今仔日吼，咱台湾的原来是跟法国吼，最近差不多吼，好，那么今仔我要讲的这個主题，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你为这个标题你就看得出讲，因为咱无正常，所以咱唔开咧讲。爱安装好正常化，爱安装好正常化，吼、哦！不要就讲咱拢破破了，唔呀，咱在这种地中国党嘅本事嘛，吼、哦！好，那么我就依照我所做嘅这干部哈，啊来向各位报告哈、哦。好，首先咱来看讲，法律上台湾近代主权地位有啥物变化？我来做一个简单嘅小解哈、哦。来。拄仔咱秘书长讲个，1895年是日本的天皇依照《下关条约》为大清皇帝取得台湾甲澎湖，这个是两个国家战争，所以签一个国际条啊，签的所在伫日本的下关，啊，因中国人拢讲马关哈。从大清皇帝取得台澎，伊这个是叫做拄仔秘书长讲个，永远挂念。所谓的永远挂念，就是拼无形的啊，吼、哦，免形啊嘛，永远挂念，吼、哦，永久挂念。对，好，啊，这是合法取得的，就国际条、国际条、下关条所摕到，唔是刚偷客，所以国民党伫咱的教科书讲讲，日本偷客台湾甲骗哦，吼，迄是拢咧甲咱骗，甲咱装笑的，来。但是二次世界战后，啊，1945年，美国甲广岛长崎牵两个原子弹，牵一个日本天皇去惊着，讲靠，遮厉害的武器，
啊，一粒天就拢死十几万人。啊，但美国唔知佫偌济粒呢？啊，若有五十粒，三来拢总搞牵着我，大和民族都灭你啊！所以一礼拜后，赶紧伫1945年8月15日就宣布投降。好、哦，那么投降了要签和平条约嘛？好、哦，所以就签一个旧金山和平条。迄当时日本政府，主要是政府，唔是天皇。尽管这个有台湾朋友所宣称是日本天皇，那么伊天皇无咧管代志，伊授权予首相所组成的政府。所以日本政府依照旧金山和平条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啊，想他用放弃，那也无割让出去，无割让出去，就是日本伫1945年4月7日，哦，就是这日，哦，迄一天，伫台湾实施明治宪法、帝国宪法，伫台湾实施，和台湾变作日本神圣袂使分割的日本领土啊。所以挂袂出去，所以只好干那用放弃啊、哦！所以台湾甲澎湖的主权也搁伫日本天皇的手里，无过户出去。哈、哦！你若一个土地，咱民间土地要买，是毋是爱请大师写合约、签合约，钱交换了后，啊，卡去和地政事务所变更所有权证的名，哦，变过。但是这无变啊。啊，这嘛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讲，敢那你有一家地土地，我来给你租，一年10万，啊，我给你租5年50万，我交你啊，咱签一个契约，等于就是你这五年你放弃管辖治理权啊、哦，我给你租这五年，我潘良华伫这个土地店员要种山啊，种金蕉，种什么水果在我种，哦，你袂使搞限制，但是。五年到，你会当你若不爱做，我你就收回去。啊，我来做这个时间，咱土地这个所有权证无变更名，嘛是还佫你的名，吼、哦，讲这個意思，就是你迄五年你是放弃管辖治理权，就是地上权、地上权，很了解啦吼、哦。所以日本天皇，嘛日本政府是干呐放弃管辖治理权啊、哦，但是这个土地主权。还佫伫日本天皇手里，啊，这点要注意哈，要了解。所以到目前，台湾甲澎湖还佫是主要占领权国，美国军事占领中，这个主要占领权国是旧金山和平条内底所讲的用语，哦，这是根据这个旧金山合约内底用语来讲的哈。那么，即卖依照台湾管理法，由委托台湾地理当局。就是较早中华民国咧代替管理，那么是安怎会阁用走一个台湾管理法出来？就是美国伫1979年1月7日，跟中华民国断交，断交了，美国赶紧因个参众议院定一个国内法，叫做《美国台湾管理法》，内底就讲台湾伫咧中国，因为断交了，美国袂当阁讲中华民国啊嘛，袂使阁用中华民国这个名，美国已经无承认中华民国这个国家。所以嘛，中华民国这个名也袂使用，所以拢咧讲台湾地理总局，简称台湾。所以美国即卖做咧讲的台湾，就是咧讲台湾地理总局，简称台湾啦哈，台湾 authority 哈。好，再来咱来讲台湾问题哈，但问题足多，我差不多准备100条，啊，但无多讲较济吼，我就先提一寡出来讲。首先，咱台湾人爱先了解咱到底是虾米人。你若家己拢唔知道你是虾米人，你会认贼做老爸，吼、哦？你甲想啦，台湾即马有号称头2300万，有300万人是流亡为中国走来台湾的，即正港的中国人。这300万算个纯的中国人，剩的2000万人是咱本土的台湾人。但是是安怎？咱每一届大选，哦，咧，因咧选的流亡总统，咱也定会选输。就是其中的2000万的一半，有1000万人，去予国民党的教育教到讲变作，伊跳过要做中国人，伊承认伊是中国人，所以拢去支持中国党的人候选人。等于因千三万，
啊，咱才存一千万，较算咱嘛算输。但是你讲想，咱85%以上的本土台湾人会算输，迄无到15%的中国人。好，啊，这就是咱无了解咱家己的身份，去认贼做老爸。好，好，啊，咱来看，到底咱是对一族群的人，咱来先了解。啊，台湾你先甲分两大族群，哈。头拄仔咱秘书长迄个地图有无？中央山脉以东，迄个高山族，吼，来你来看，这条线，这个土黄色的这个，就是中央山脉以东的东边这，拢高山族，吼，高山的原住民。那么西部边缘，吼，这个较浅绿色的这个，拢叫做平埔族。我所以咱个说高山族，也是平埔族，就是住山顶，就是住山下，吼。好，过去咱拢讲有一个九族文化村，就是讲高山族跟他交作呢，结果唔难吼。其实因进中华民国内政部有承认，有已经有16族，唔是交作了吼。来，啊来看平埔族嘛，唔是一族呢。平埔族嘛有10族、10几族啦，啊，即马较即个历史学者吼，啊，是人类学者有较有咧讲的，差不多70族，我咱来看，一个就是宜兰的克马兰族吼，啊，过来台北地区，包括一部分汤的即个凯达格兰族，吼，即个。中都府的头前，迄条路较早叫做介寿路，哈，蒋介石来个改做介寿路。那么阿扁也选择总统去个改名，为了要纪念凯达格兰族，个改做凯达格兰大道，哈。所以即马咧抗议拢会走去凯达格兰大道，哈。好，啊来咱桃园新店苗栗桃竹苗，叫一个道卡斯族的平埔族。那么中部包括一部分苗栗啦、台中、彰化、甲南投，只有3个族伫只咧活动，吼、哦，有一个叫做八寨，啊一个帕普拉，啊一个曼布萨，吼、哦，这3族伫只咧活动。那么分林甲嘉义，只有一个叫做红安雅族，吼、哦，后人简单讲讲红雅族。那么南部。台南地区一族上大族的平埔族叫做西拉雅族哈，这族是上大族。啊，其实伊有两个支族，一个就是头拄仔咱咧讲2009年的莫拉克风灾迄届哈，别村的小林村，因合作大满族哈，大满族了哈。那么其实有一族。伫高屏地区的马卡道族，这张图无写出来，吼、哦、啊！我本身就是马卡道族的，吼、哦。那么这族无啥人来讲，但是伫社中庭选到高雄市市长了，为着要纪念阮马卡道族，吼、哦，所以有伫这个纵贯铁路，这个纵贯线火车路边开一条路，叫做马卡道路来纪念阮这族了，吼、哦。啊，你若要记这族的名，该好记我的讲了，你就一定记得起来。马英九卡在平交道，迄族，哦，马英九卡伫平交道迄族的啦吼，迄、哦、火车来弄的一定死的吼、哦。啊，讲到马英九吼，即马大概就即马消遣马英九变作一个全民运动吼、哦。我来讲一个马英九的故事吼、哦。马英九就作个。这个 long stay 嘛哈，他说有一届就去这个取缔的这个农户，伊厝遐 long stay， 啊，即马透早起来，困醒起来，我慢慢叫起来，就要求主人爱带去洗伊迄个农场啦哈，啊，伊都农场主人有取缔啊，取鸡、取鸭哈，啊嘛取狗啊哈，啊平常时拢咧管这、咧管这猪啊、狗啊。几啊安尼吼？阿麦叫讲啊，主人，请你行头前哈，带阮参观。哎，主人足客气，不然麦叫
马英九总统，你镜头前啊，我拢吼赶赶猪啊，赶鸡啊，啊管子啊吼，阮较管子今日精神后壁，袂用啊，我拄啊精神袂用到吼。这主人是无心哈，无迄个心啊，但是讲出来，别人听，别人听到啊，也好气也好笑。啊，即马参观煞吼，啊中昼就安那，主人安那办一块桌做切糙，啊伊杀伊家己饲的鸡啊，无注药啊，无注抗生素的吼，吼啊，着炖鸡炖，吼伫桌仔顶啊，啊免卖叫因炖到烂咯，卖叫就硬鸡脚，硬着鸡脚，你看中国人。都做啊，讲迄个水开话，讲一套作水的，啊做拢乌鲁木齐迄款的。咱讲鸡脚就鸡脚，啊伊两个来讲凤爪，吼、哦，讲甲足好听啦。哦，这个凤爪吼，硬皮啦，啊佫硬一支就比如主人家啊，主人这鸡凤爪好，啊比如主人家哦，不过总统，阮无咧食鸡脚啦，阮拢老狗食啦。好，啊，先讲，拄啊讲到遮吼，甲消遣者。好，啊，所以啊，咱个看这张图，这张图就较新吼。即个后平埔组、高组组拢有写出来，马甲岛组都写个遮有无？伫高滨地区，吼，啊，西奈亚族另外即个蓝紫色的即、這个，即个有百几万人，吼，即马因了够有迄个西奈亚业绩，吼。在这个新华那边遐哈，三乡新新华那边遐啦哈，大来好滴大来嘿，无唔对大来嘿，遐可能拢大内高手哈，可是大来好啊！你看嘛，这个兰族，较早拢叫做讲雅美族，结果因另外一族叫做达悟族啦哈，啊有卢凯啦、卑南族啦、阿美族哈、萨克拉亚啦、塔鲁古哈，啊，佮有霍族。克马兰族、凯达格兰族，啊，还有台亚哈，叫泰亚族，啊，还有周族、少族、布隆族哈，这张较新呢，都有马卡道族在里面哈。好，啊，所以咱先来了解，咱到底是平埔族还是高族族，你先甲分好清楚。啊，这些人，吼，你看看像迄个台东那边，这个长滨、长滨文化，有八千几年的历史啊。比中国因号称的这个吼，佫较久了哈。好，啊，是不是平埔族有一挂特征？你把你的手弯起来，你的手只然后有一魂，有立耳一顺呢？这就是平埔族的特征。有诶正手，有诶倒手哈。啊，你若有诶较憨灵诶，会更加平，迄个看无哈。嘿，这是一个特色之一。啊，另外一个就是你的脚尖头啊，上世纪的，迄尖尖头鼻唇呢，迄嘛是平埔族的特征之一。好、哦，啊，过来就是肤色哈、哦，像我这色的安尼，乌无乌人遐乌，白无白人遐白，啊，这敢那上帝行了差不多十一分色啊，小可超过大色安尼啦。哎，就我这色的，啊，这原来是，啊，过来轮廓较深。这就是平埔族的这个特色之一。啊，过来有你的生活风俗，你若富人人生囡仔做未来爱食麻油鸡酒，哦，这样来是。啊，过来来做喜事，好嫁娶有无？无姑爱坐大位有无？你阿姑就是妈妈的兄哥，还是妈妈的小弟爱来坐大位？好、哦，这是原来平埔族的风俗。啊，佮有爱食槟榔，有诶爱食槟榔吼。谁那爱食槟榔？较早人那爱食槟榔。较早台湾张力之气足重诶，足重诶，足湿气诶，所以足侪即个病，因为有湿气就会发霉，有一个有一寡菌。啊，尤其寒天，迄、那个湿，台湾即个海岛足湿湿冷，咱台湾诶湿冷堪。日本的冷无同，日本吼，阮去迄个靖国神社，啊去甲天皇祝寿的时，迄个阮大概去拢头伫个五度六度安尼，但是遐五度六度，堪台湾的五度六度，
哦，台湾领海的正骨啊！咱迄阵头几期，原来有日本人来，迄阵来遮上课吼，迄阵咱的装备无遮好，设备无遮好。好，迄个第一期我会记，我迄个2011年1月15日迄天啊，迄个拄啊咱遮6度，啊个湿有落雨湿湿安尼吼。迄日本人来上哦，干甲，迄嘴拢安尼变乌去安尼，干甲了无会就爱喘，叫咱农场的主人赶紧用迄个电热器吼，加温的加下加烘，烧风加烘。啊，我想奇怪，咱日本人迄所在遐冷，拢零下，哪会来台湾这6度呢？安尼干甲是一阵冻袂掉。结果因讲，哦，台湾这款湿冷，诶。所以咱来讲风湿，迄敢若会更骨了哇！啊，所以台湾迄阵，咱的平埔族还是叫做爱客食槟榔，迄槟榔食来得驱虫、会头痛吼，过来会发烧、会热，你咧煲。我朋友若见请我食，寒天若请我食迄槟榔青啊，我若煲了，好，外头就一领衫咧，一领是烫，寒天寒到会流汗，迄就是驱寒的。诶，驱寒的作用哈。啊，这就是安那，咱原住民伫台湾，我都生脱了，得看槟榔有哪关系哈？因为靠槟榔会当驱寒加驱虫。好，来，好，过来检讨讲，头拄仔你讲的这要讲这，主要就是要讲，咱唔是中国人，咱的血统唔是中国人，哈。好，好，啊，即马咱来讲。那是安怎？咱会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啊！这以文献来讲，哈，来。其实咱伫1952年日华台北合约第十条就讲，啊，是安怎？伫1952年，这个日华台北合约是旧金山和平条生效迄一天，是伫美国强烈的主导之下，要求日本你爱跟中华民国伫台北这个签。袂使去跟北京迄个签，吼，所以伫台北签就叫做台北合约。啊，伊第十条咱来看，就本约而言，中华民国国民应受于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甲澎湖所已经实行或将来可能实行的法律规章，以具有中国国籍及一切台湾甲澎湖的居民。甲前属台湾甲澎湖的居民，甲伊的后代，甲其他，即台湾澎湖，啊，即是台湾澎湖，啊，即搁一个前属台湾甲澎湖的居民，其实上尾即句就是咧讲咱正港本土台湾人，好、哦，啊，即有一个讲视为，就是讲你不能是，我甲你当作是，叫做视为，莫叫做台北市长是毋是？即个高山的高山族，伊伫个溪边起所谓河床、溪床遐起违章建筑，吼、哦，伫遐做一个因的部落，啊，台北市政府要甲拆，卖去阵过甲呛讲，我甲恁当作人看，我把你们当人看有无？其实伊心内讲，你都毋是人，我暂时甲你当作人看安尼意思。啊，讲完即个讲完，你毋是中华民国的人。的国民，我把你当作中华民国国民，吼、哦，咱伫遮要当作中华民国国民，啊、哦，好，好。那么是安怎？咱台湾人无国籍。1952年7月，旧金山和平条还未生效进行，日本的法院就取消咱日本台湾人的日本国的国籍。直接又取消日本国籍。啊，头拄啊，迄个第十条哈，咱直接暂时摕着中华民国国籍，摕因的身份证，摕因的护照哈。啊，但是你也想，日本伫1972年跟中华民国断交，去跟阿强啊建交。断交了，头拄啊，迄个台北日华台北合约失效，失效说。中华民国国籍也判禁，啊！日本佫甲咱的日本法院甲咱的日本国籍、台湾人的国籍也创无，所以咱日本籍也判禁啊，中华民国国籍也无。无怪
咱去告美国的时，美国的联邦地方法院第一条就判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就是因为这两个，咱这两个国籍拢互取消去，哈，好，好。那么台湾人潜在的国籍伫倒位，要安怎恢复？其实咱就是头拄仔讲的，咱是大日本国国籍嘛，啊，只是由日本的法院甲咱取消，哈。啊，要安怎恢复？就是按照琉球这个返还模式。琉球迄当时，迄美国军主占领，哦，1945年4月7日，哦，迄阵美国的海军上将，太平洋的总司令尼米兹率领伊航空母舰的舰岛群去甲琉球拍落来，啊，成立琉球民政府。那么迄当时，琉球人对日本来讲等于国外境外，哦，琉球人若要去日本读册，要东京读册，还是要东京做生意，爱向美国军政府申请旅行证件，旅游 passport 哈，哦，旅游这个护照这个功能，才会当离开琉球，哦，那么，但是1972年。1969年啦，日本政府已经有靠钱啊，去跟美国政府参详，讲我爱赔你偌济钱，你较要甲琉球还我啊？美国甲开3亿2000万美金，所以日本甲这条钱交了，因签一个琉球返还的这个协定。根据迄个协定，伫1972年5月15日，琉球啊，美国甲琉球包括尖阁群岛，就是钓鱼台。隆重献给日本，哦，啊，献长了，自然琉球人就恢复日本国籍啊。无迄当时，琉球人，哦，等于嘛，暂时去因的日本国的国籍啊。所以咱爱学这个琉球这个模式，将来台湾或者台湾返还这个模式哈，哦，学这个琉球这个模式。咱要求咱的母国日本政府去跟美国政府协商，台湾。朋友要向日本爱付出偌济代价，这叫做战争债、战争债，哦，这算一个债务。就是迄当时，咱为南台湾、吼、台南、高雄、屏东在日本所设的机场临时战斗机飞去菲律宾，哦，这个，咱迄阵麦克阿瑟底下做总司令，加伊的这个克拉克空军基地遐飞行机。战斗机拢炸歹，出得制空权，有制空权了，连伊就摕到制海权。吼、哦，遐海军，美国海军无飞机保护，就载咱日本的轰炸机去甲炸甲密密麻麻。所以，这个麦克阿瑟将军吼，伊、哦、一世人上无民主、上闹鬼的，就是迄个无三个规个菲律宾。叫日本军占领，啊！这原来一个真重要的原因，就是咱的高沙印龙军足够少见的。咱的高沙壮吼，兵龙军就伫咧山顶走来走去，拢烫脚脚。啊！咧少见拢游击战，来无影，去无声，拢烫脚脚，行路无声。一支反倒炸咧，伫咧深山那内会当待几啊个月，待几啊年。啊！你去。30几年前，伫印尼，哦，发现一个咱台湾的高沙族的，伊毋知讲已经战后啊，伊跟伊的部队失散，伫个深山那来吼，印尼的山来安尼，靠一支反刀安尼活20几年，你看厉害无？那么迄种找着了，上当来伊台东住台东。本来底下都过了好过，啊！即转来台湾了了吼，哦，族迄、那个因为迄家族来啦，啊！即工作个拢要请伊食饭食，啊！都逐工都啉酒啊，吼！啊，食好做轻巧啊，无运动，哇！愈食愈胖啊，我连咪肝发炎都出来啊！迄个卖个球，毋爱会当活偌久吼，好继续带船来。即转来食好做轻巧个迄。无运动，迄个累积可能做者酒啉酒者，吼啦，关键是
所以高沙族吼太厉害了，日本人知影，哦，这日本，所以日本时代吼，日本人用酒要甲这个高沙族麻醉吼，因为武侠事件了，日本军人啊惊着讲吼，这高沙族拢遐搞烧钱，好，所以台湾将来。就是要求咱的母国去跟美国参详，这个战争者爱行。你去当时发动战争去跟美国的飞行机拍载落来，防空母舰也跟拍沉了。啊，美国大兵死遐济，这拢爱赔啊。啊，当时日本战后无钱啊，所以只有等于把台湾甲澎湖，叫美国占领，地啊伫美国手里，所有权证地伫美国手里。但是注意。无办过户对吧？迄、那个所有权人名等于还阁日本天皇，无办过户，所以旧金山和平条敢若讲放弃地上权呢哈，管辖治理权呢。所以咱啊，美国跟日本政府讲好势，咱依照这个琉球这个模式变成台湾反模式，哈，咱会当等于日本国大日本国，哈。好，那么国际嘛分。属地主义甲属人主义，属地主义有一个好处，就是讲，你只要这个富人伫这个国家的领土内底生囡仔，还是这个船顶、飞行机顶所生，拢，比如讲咱美国的船仔顶、飞行机顶生，就是变美国人，摕美国籍，哈。那么属地主义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囡仔将来大汉，伊会爱伊这个国家，因为伊伫遐生落来。啊，伊就较袂去做一寡歹的、生产歹、有毒的物件啦，有污染的物件啦，污染环境、污染土地、污染水、污染空气，较袂去做即款伤害国土的诶物件吼。那么，人即属地主义拢是欧美的国家、先进国家拢属人诶，迄个属地主义啦吼。啊，那东方拢属人主义。就这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无论由于父系爸爸这个阿公这个系统，无论衰到对一个国家，尤其是中国人，拢爱讲伊叫做华人。去到对生团带几啊百当嘛，讲伊是华人安尼，袂堪当地安尼南做一个。所以，属人主义吼，较自私，阮家好得啊，啊，阮这个家族好得啊。所以，因华人去到美国，是那旧金山的排华，的排华，印尼也排华，菲律宾也排华，就是因华人去到迄个所在，拢过因去口罩，因迄个族群好得啊，赚了钱，未回馈当地，拢阁讲要摕钱转去因的故乡，要起大厝，要光宗耀祖，要电工吼，因伫外国赚偌济钱安尼，吼。这就是属人主义的坏处了哈。好，过来，咱即马来了解咱台湾人的血统哈。有一句话讲，有登山公无登山马，听解对了哈。较早有一句话讲，登山过台湾，心肝结归完有无？迄就怎啊？要过台湾，这是足大的生死的冒险。哈，因为迄当时要过来台湾，十个人，哈，平均十个人。爱死六个，那么但是这句话有登山公无登山马，大众听敢像对，但是我尾发现讲，有登山公，啊，咱台湾本土阿公敢拢死了了啊？唔对啊，唔是刚来呢，而且迄阵大清甲地仙公打败了，地仙公的人太无死的，拢嘛是甲迁徙等于因大清哦，无留伫遮哦。伊惊老大家佮跟咱的兵部族，也是高山南做一个佮反清复明，所以规个拢迁迁转去，连骨头，连个梦内底骨头拢乌长呢。甚物原因？伊嘛惊讲衣冠冢哈，将军的梦会变做一个这个领袖的象征，一个凝聚力的象征，所以连骨头嘛乌长。所以阵咧乌遐梦的是乌地仙公因个家族啊遐。大官的梦的是，兵部做，迄问，暗时
入土为安，那也要搁恶个。啊，大清遐个，你恶梦个，甲咱台湾人骗，讲无啦，啊，这都拢因较早拢往那登山遐来，啊，这骨头吼，爱拿软肉软了，爱甲集中在瓮啊内底，爱搁甲运转去因个故乡，唔开会这样庇荫伊个子孙。我台湾人好骗呢，就安尼听落啊，就讲因讲个都扣骨啦。台湾人就乌家开始扣骨嘞，无啊！你甲想，为大清的眼光角度来看，这人这种叛徒啊、叛军啊，大清会对伊遐好？这骨头无甲讲个嘴都，吼、哦，太过底下讲，啥物会当去用翁啊甲带去，要甲送转去大清那边，无可能。遐骨头收收嘞，到台湾遐甲龙头轻轻落海啊，吼、哦，无遐好死啦吼。哦所以安尼了，大清发布海禁，大清那边的人若无路条派令要来遮做官，袂当来台湾，叫做海禁。安尼情形，哪有登山公来台湾？什么原因？因为伊伫那边，大清那边作奸犯科，就是犯罪啊，赔遐钱无纳啦，吼、哦，还是偷摕物件啦，还是犯了什么法令？大清的这个要甲逮捕，伊就绕跑，拼命走来台湾。啊，伊是国不履三种，啊无，迄阵那有一句话，登山过台湾，心肝结归完，就讲啊，这来包死的，因为这张力之气啊，真济人来这袂堪得啦。好、哦，你来看，登山这个，这就是罗汉卡啊，登山公啊。好，啊，这等下再过来讲。好，好。登山公来台湾，六死三老一回头。啊，你搁注意看，十个来有六个爱死，三个老了，一个搁回头。什么原因爱六个死？迄阵船啊细只，台湾海峡风涌足大，一个较大个涌，规只船啊变过，规船死了了。过来就是讲，大清遐人。因为陆权的国家无啥有航，迄阵无啥有大只船航海，吼、哦，所以唔知影水性，小可食着海水就淹死啊，吼、哦，也袂晓游泳，啊，所以迄阵要来拢三只五只规群安尼来，规群来平均爱那十个，吼、哦，死60%啦，十个爱六个爱死。啊，三个留落，啊，一个来遮看看，敢那水土袂遐，有诶无诶吼，袂，搁选断。啊，但迄三个敢袂活，也真拼了。所以因遐船啊，那有平安上岸起来，有诶，伫船顶嘛，迄阵土土死脱水啊，吼，啊是迄阵水无清气，遮漏屎就脱水无油啊，遮伫船顶就死啊。所以起来第一件代志要做啥？伫海边啊，着乌空爱待只死人。所以这只船，这个人若待掉，着问问那边迄只船，啊恁台湾袂？啊不，问这边，啊你台湾袂？听讲台湾的地名是安尼来啊？哦，台湾埋怨之处，哈、哦，埋怨之地，台湾，哈、哦。那么这三个咁。老了，敢会活？惊病了。咱来看，1874年牡丹虾事件。哦，牡丹虾事件就是，迄当时琉球宫古岛的渔民，吼、哦，啊，因为发生船难，吼、哦，船难，为台东的外海，吼、哦，靠岸起来，得人起来，结果因为误会，迄、那个南台湾的这个白湾族，吼、哦。50几个，迄个台死甲剩12个，啊，伊12个迄个平埔族个保利社区个平埔族，交护送去这个凤山府城，吼、哦。啊，即嘛等于日本了，日本发文向大清抗议，先啊恁呢，你所管的人民，甲阮个人台死，大清迄阵甲回文回安怎？用白话话就讲，
邦寮依然是化外之地哈、啊，是藩地啦哈，藩那里大，兵部藩那里大，高沙藩那里大，迄唔是我来管的。你会记迄阵，大清伫每一个山卡拢设人主官，人主官哇，本地人来到山卡，这个人主官未到各里面，你各里面来迄个高沙关主兵台是大清无甲你负责任哦，迄个是人主官。邦寮依然等于原来拢高沙的版图，所以讲迄唔是我咧管的。好，日本就掠了这个话，好，啊那唔是你咧管的，安尼我要出兵要甲修理，要甲教训，要甲讨伐。迄阵拄啊日本明治维新哈，有去欧洲买一挂新的武器，去学一挂新的作战的这个战术，啊找无所在，人个练兵实际。是这类用兵，啊，都要利用这个机会，所以伊咧西羌重到这个将军，就派3000名，就船啊，就驶来为这个车城外海有一个叫下寮迄个所在，为遐登陆起来，起来就跟咱的南台湾牡丹社的这个台湾族在咧相战，但是台湾族武器较歹，因敢有单发的拉枪，拍来的拉枪。弓箭哈，啊个长矛，啊人日本军是正规的部队啊，吼、哦、有山炮，有正式的步枪，哈、哦，啊有军衣做起来。但是日时啊拍，咱的高山的白文族输，但是到暗时啊得换白文族的赢，呐，伊暗时啊游击战吼、哦，来无影去无声，所以。日本軍到尾也發現說，喔，暗時也不人戰，所以日本軍都知時天打富光就開始打進去，把這個磚頭給放火燒燒的，趁還沒天暗，趕緊要撤退出來，啊，不然會那個伏擊遊擊戰，暗時也輸，吼，這樣，在那拉鋸戰，戰沒煞，日本軍戰死的三五十人而已，破不死的五六百人，三啊！因唔知影讲咱遐恒春迄个地区是热带所在，蠓虫足济啦，佮有迄蛇有无？龟壳花遐毒蛇足济啊！啊，不时着迄个蛇咬死啊，蠓啊叮着登革热无？着天高热着起来啊！迄阵无药啊，着爱死啊！火箭一堆啊！啊，六迄个因日本军本身煮出来。火箭一站，遐困着拢伫顶悬啊！遮大家闹赛，水土不服，闹赛。反正大家水土不服的死的，比战死的差别十倍，加倍十倍。吼、哦！啊，你甲想，日本遐有军医来哦。啊，即马即三个大清家己逃走来，即三个留落来，敢会活？真病呢！因无抗体，迄蠓啊吼，叮着破病呢。啊，张力之气，哦，遐困，做者困，唔捌拄着。台湾家主做者困，咱本土台湾人伊习惯嘞。先头讲，咱会讲去别个做者水土不服，就是咱无习惯对方迄个国家的困嘛。大清的人来，嘛是袂适合台湾家的困啊，遮张力之气，所以拢做啊破病就死啊。所以，十个来吼，哇，上加留一个活的留伫台湾，啊，迄是走路来。啊！因走路在台湾无炸什么财产嘛？啊来无厝通个住，要住底？庙宇的迄个庙啊吼，迄庙壁是毋拢围迄个十八罗汉、十八罗汉？伫困伫迄十八罗汉的迄壁下骹壁角，所以叫做罗汉卡。哦，罗汉卡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乞丐的意思，游民啊。啊！你若想，迄当时咱台湾人的女孩子是母系社会哦，妈妈、查某这边是掌握家庭的钱也好，还是这个人事权，就是讲伊咧，讲伊咧做家长的对啊，做户长，唔是查甫哦。所以迄阵母系社会吼，妈妈上大，唔开讲做喜事，无姑爱坐大位，妈妈的兄哥、小弟爱坐大位，吼、哦。啊！迄阵，咱即摆咧讲牵手，咱拢叫做讲是咱
查甫的去牵查某的手，查牵手就是阮太太的意思安尼。其实迄当时唔是哦，你会记有？迄阵有咧讲招安有无？早期咱定听咧讲招安。母系社会是查某的主动看了这个查甫的缘投，体格够好，去甲牵伊的手，招伊倒来做阮翁，是安尼呢？是女孩子主动的呢？哦，牵手招安是安尼呢？好、哦，啊，所以你甲想咱迄阵的当时的女孩子是高高在上的呢，做副长的，做家长的呢，伊敢会去？介意这个这款的罗汉卡？哦，穿个破破烂烂，除非讲迄个查甫的这个罗汉卡，真正生了作烟斗，生个像刘德华还是金城武遐烟斗。啊，咱台湾女孩子讲，啊，我都老娘有钱啊，我都欠一个烟斗上，把囡仔牵伊的手，招伊转来做晚人，甲身躯洗洗的，甲做新衫五千，就人模人样啊，好、哦、对吧？啊，所以。咱台湾算当前工作少的啦，因为咱台湾女孩子看袂起这款的嘛。迄条罗汉卡就是乞食，伊来有工做工，无工做乞食啊。咱的高高在上的台湾族囡仔也要招这款来做工，吼、哦，等于讲伊都真正讲真缘投吼。啊，这当时日本人甲因只唐山这。这不是正港的台湾人，日本要来管台湾，迄、那个下关条有规定两年的时间哦，互恁代清迄阵来伫台湾这些人，互你选择选择讲，两年来恁若感觉讲，互我日本管，你无介意，你会当把你的家产土地卖卖，转去恁代清，好、哦，啊这无转去的，这游民，日本人看这嘛无去啊，甲遣送转去啊。你这影响我要来管这个台湾这个好所在哈，啊！你这做游民做乞丐，你等，啊，好，好。我讲的话时间未够哈，这较我搁讲这清朝嘛，甲咱台湾人漫画，哈，语言呐哈，比如现在咱即马拢在讲。所以我現在在講這個，咱攏講這個叫台語，其實這個不對。我現在在講這個叫閩南語，也是外口來的外來語。現在在講北京語，也是外來語，所謂的國語，這也是外來，攏中國，攏台清那邊來。這款的不是咱正港台的語言，正港台的語言就我頭拄講的高山族的語言，甲平埔族的語言，迄較是。但是可惜平埔族攏差不多語言攏差不多滅去啊。咱台湾高，无论你高山还是平地，可惜就是讲咱迄阵拢无文字。有文字是荷兰人来了，有甲希腊雅族、希腊雅用罗马拼音，好来写迄阵的圣经的马太福音，迄有留落来。啊，过来荷兰人来要跟希腊雅要签契约，一边是用荷兰文写。一边用罗马拼音，用希腊雅的语言，读起来就是希腊雅的语言。迄有做新疆文书，哈，迄图书馆拢有，哈。那么迄当时，郑成功来台湾，咱有会讲闽南语，就是为郑成功开始。郑成功迄阵，伫福建的南平、漳州、泉州。金门、厦门，伫遐招兵买吼，啊，然后为金门的廖罗湾誓师来攻打安平，把荷兰人赶走。啊，迄阵的军师有一个叫做陈永华，陈永华。那么陈永华进台南市嘛，甲替开一条路叫做永华路，嘛甲做一个经庙叫做永华宫，吼、哦。那么这个就是漳州的人，伊。安平退下了，荷兰人赶走了，安定了。伊伫台南起一间孔庙，叫做全台首学，全台所学，有无？好、哦，孔庙底下用闽南语咧教四书五经。
啊，所以迄当时安平台南地区，就是用闽南语咧做官方的语言，一直传来到即马380几冬啊。台清来嘛是照安尼用，吼、哦。所以闽南语一直伫台湾已经用380几冬啊。民进党开始执政了，竟然甲闽南语甲改做台语，真大个混淆，互咱台湾人头壳拢戆。迄毋是咱台湾的台语，迄叫做福建来，福建简称闽。闽南的地区，哦，漳州、泉州、厦门、金门用的语言，因遐来的语言，咱甲当作台语，这才对。哦，迄毋对啦，哈、哦。台语就，若要讲台语，即马高山咧讲的泰雅族语啦，吼、哦，还是阿美族语，吼、哦，这较是正港的台语。好、哦，咱的语言方便。而且一个树懒官，树懒神，树官什么原因？就是讲，你若要学外来语言，你若要闽南语，哦，你西班牙的人，你学闽南语学到会晓，你就会当甲你升开做翻译官，就有较好的待遇，吼、哦。啊，有你做迄、那个，你迄个做个，敢那酋长安尼哈。那么，个无论。嗯，哪个那树人官连姓嘛，树姓哦。像我这个潘，我树姓哈。迄当时台清的官员来视察，啊，电影官陪我的迄个部族，啊，我的部族该住伫个溪边河边，因为要洗衫裤、要洗身躯、要洗物件较会方便。啊，就问电影官讲，啊，这拢姓啥？因这部落拢姓啥？伊讲无呢，拢无姓呢。因为安尼，无我属于姓，我这台清这官算算有学问啦，属我这姓袂歹，属我姓潘这个姓。伊讲啊，住伫水边的番三点水有啊，啊这边番，我的姓是安尼来的，啊这袂歹呢，有水，啊下口有田，有土地这个田嘛，啊你甲播稻啊种子来发米有无？啊等于我一片啦吼，漂漂的台湾人安尼啦。啊，这是我的姓哈，所以你莫怀疑讲，哦，你的姓就是讲你到中国来，唔是迄种素姓哈，唔那素姓，连族谱嘛素乎你。所以我看了阮阿公因较早做的族谱，我一个看啊，这种假，因为刚才写讲阮祖先福建姓来，啊，无讲对一个官，对一个区啊，对一个庄头拢无，迄种给咱骗的哈，所以你莫有中国人给咱骗。中国人都上个骗的，伊讲连你中国家己的顺口溜讲啊，10亿人民9亿骗，还有1亿在训练，好不？做个骗的，伊讲因上客的人叫做孔明，好不？孔明嘛是种骗的，36计，好不？什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空城计，啊个什么，草船借箭，一种骗嘛。那么日本时代嘛，甲咱台湾人方便化，哦，叫咱爱学日语，叫咱爱穿和服、穿目镜，啊，食沙司面有无？啊，你若规家庭内底拢会晓讲日本话，或者国语家庭，哦，啊，就予你啥物较好优待安尼。好，就先讲到这。那么战败国家的人民拢爱离开台湾。所以嘛，保存本土台湾人有85%原住民的血统。我开用原住民，就是咱本土台湾人，就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好、哦，咱不是跟他讲住伫遮呐，咱嘛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好、哦，好。那么战败国荷兰迄个郑成功甲赶走的哈、哦，所以荷兰迄2000几个走，无留偌济基因伫台湾。过来郑成功迄个大清打败。基隆叛变，正式王朝，台北市的嘛掠掠起来，拢上登去台清，对不？嘛无留正式王朝偌济基因落来。好，台清帝国迄个日本打败了，换日本人来。台清帝国头拄仔讲的，下关条有2年予你思考期。结果统计，迄当时留伫台湾的外国人，差不多9000几个。但是迄阵日本人来管台湾，台湾的
本土台湾人迄阵拢差不多300万人，啊，迄个九千几个的外国人，就是包括英国、法国、啥物、美国、西班牙遐，包括大清，较九千几个，拢甲当作大清的人好啊。啊嘛，毋免讲九千，甲当作一万，较好算，一万对300%，1/300。中国遐拢无等于啦，留在台湾，因的比例3.3%尔啦。所以哪讲有因的基因，它3.3%，何况无哈好。所以大清这留来基因也少。那么大日本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去和美国打败，好，战后台湾迄阵日本管了已经50年，台湾已经加一倍人口，差不多600,000。迄阵日本派来伫台湾的军公教人员来咧管台湾的军公教人员，差不多38,000至40,000，拢去蒋介石甲遣送等于因日本，所以日本人嘛留无偌济基因伫台湾，所以你若唔相信你的基因，咱台湾的85%的基因要咱的血统是高山还是平埔族的，你会当北部，你去马街病院吼，你嘛你医师伊甲你抽个验，你就知影你的。你内底有偌济基因是啥物族的？吼、哦，啊！你南部，你会当去高一，吼、哦，高一的检验科完啊，有咧验，吼、哦，差不多开两科，你就要知影你的身世。咱台南有一个教授，历史的教授专家，叫做李晓峰，吼、哦，这个完啊，我足尊敬，我啊足爱看伊的册，甲伊的演讲，吼、哦，伊的文章。伊自细汉拢讲叫乌印度啊，因为伊说头毛拢 QQ， 啊肉呐安尼乌身乌身安尼吼，讲叫乌印度，哎，那足奇怪。啊，不呀，即马 DNA 怎样用电脑吼，用你的唾液、你的血安尼去验，电脑走走的，你内底你占几趴，结果验出来讲，伊真有印度血统。啊，伊是历史学者，伊阵去调查讲，先啊，伊有这个血统。结果就是荷兰时代，等于李小凤阿妈的阿妈叫做祖妈哈，啊个祖妈的祖妈去到荷兰时代哈。荷兰的时阵，荷兰人来台湾，叫咱台湾人来种甘蔗，会当做乌糖。迄阵乌糖做个是高奢侈品，足贵的，哦，可能含黄金变贵，所以伊做乌糖要趁钱。那么迄阵要种甘蔗，爱有牛。落去犁沟，啊，咱的水牛荷兰人可能用袂下，所以为荷兰的东印度、印度那边、印尼那边哈，遐引进赤牛啊，黄色的赤牛哈，唔是咱看到乌色的水牛，引个赤牛来台湾、来台南、安平地区啦哈，哎、啊，乌些要送遐牛啊来，要有牧童甲顾遐牛啊，过来台湾了继续生团。吼、哦，啊，迄牧童就是去交着李小凤因祖妈的祖妈，毋知几代的祖妈，安尼，啊，所以有迄个基因团呐，所以安尼伊调查是安尼啦，吼、哦，好，好。那么日本时代台湾人的户口成本怎么那会向做安尼直直直直乌哈？不然来看，另外，这日本时代用毛笔字写的户口成本，好、哦，啊，这那拢做安尼乌，原来这只是咱的。密码，咱的身份的密码。蒋介石来台湾了，发现讲，哦，袂使台湾人知影讲伊唔是中国人，吼、哦，啊，所以甲咱骗讲，所以来台湾就演讲就讲，台湾同胞已经回归祖国的怀抱。啊，咱迄阵吼拄战败，中国军来咱。台湾人迄阵足惊啊！咱的武器拢用收起啊，啊足惊讲因中国军来吼，唔知变哪甲咱糟蹋，会杀啊创啥物？啊伊甲咱骗讲，无咱拢转来做中国人啊！啊咱本来就讲，啊我战败啊，即马来转去变变战胜国，大家戆台湾人，目睭拢看眼光看足短，讲哦啊，你都跳过来做中国人，我著战胜国，我免过安尼避秋啊！人贪小便宜，安尼出卖家己，出卖咱日本国的身份，吼、哦，准跳做中国人，因插做后背，吼、哦。其实这内底就拢有写咱的族群，迄阵
不能要来管台湾，大清管台湾吼212栋，无法度做一个人口调查，无法度做户口填本，是日本人来了，一步一卡印，伊为着要好啊治理台湾，伊也先了解，即个部落是拢啥物款的族群，爱拢讲啥物话语，啊有偌济人一个庄头一个部落偌济人，拢调查清清楚楚，即最咱的新闻。那么你若桃园苗栗新竹遮，你本来是道家施主的人，结果你去予汉化，迄阵派来遮拢是派广东的来吼，所以拢讲广东话。遮迄阵官方语言用广东话，所以用讲客话较济。啊，那么嘛，这个道家施主的人会去学客话，不料把家己的俗语袂记啊。愈无咧讲，吼，本来爸爸也咧讲，到囝就无咧讲啊，到孙就袂晓去啊，所以到尾啊，家己的语言拢胖去啊，拢咧讲客话。但是日本人咧调查来讲，啊，你这个道卡斯族人，啊，拢讲客话，伊甲你写广，吼，但是你的作，伊甲你写，迄个苏番啊，你是。道家施主的说法，啊，但是是讲广东话。你某听到、看到广，你继续讲恁的祖先广州来，唔是啦，吼、哦。那么，那伫新竹内山复兴乡福兴乡遐，遐泰雅族的，幺哥也要讲泰雅族的话语。日本人，伊个写啥？写青番，吼、哦。啊，头拄啊，道家师迄是说法，个写色啦，吼、哦。啊，佫写一个广，所以迄阵咱用分做番，佮分青佮色个，青番佮色番啦，吼。好，那么咱伫台南吼，较南边这边拢讲闽南语吼，家己台南、屏东、高雄拢讲闽南语。日本人来调查，哦，啊，你拢讲闽南语，佮你写符，无代表你是福建来哦。只是你忘记你的西拉雅语，还是你的马卡道族的语言，伊甲你写你是苏番，啊，但是甲你写一个福，哦、表示讲，恁忘记家己的族语，拢咧闽南语，哦，所以甲你写福，无代表你的祖先是福建来，哦，所以你要搞清楚，哈、哦。好，那么这去年2月25日，哈、哦，《自由时报》报的，哈。被要求撤销户籍，写作涉哦涉犯啦哈。台南市政府咧骂台政府管了伤济哈。啊，这伊国民党政府理由讲，这日本时代涉犯，唔是中华民国所讲的法定的民族。那么，西拉雅是台湾上早期重要原住民，过去用罗马拼音写西拉雅来看汉人还是荷兰人定刻。叫做新港文书啊，啊，台南市政府因为市会已经通过，因是原住民族西拉雅族，但是内政部佮真唔敢承认，甚物原因？因为你看高山吼，十几族拢加起来，无超过60,000人，50,000+人。啊，那西拉雅族变作中华民国哪个承认？内政部哪承认？西拉雅100,000+呐。啊，这个原住民的这个补助的预算哈，都这大地呢，起码搁加100,000,000的买入来分，安尼包出代志，高山话翻倒搁背起来，要搁杀人啊！所以国民党唔敢，吼，国民党政府唔敢同意台南市政府因讲基拉雅要证明讲原来变作原住民啦。好，那么高雄市甲屏东县嘛。你响应，我那要恢复因是马卡道族的这个原住民族的这个哈，这个身份啦哈。好，过来，咱来检讨讲，国民党军政府哈，中华民国军政府来台湾用对辣椒，都把咱台湾人饲甲大地，哈。啊，这现在问题作多，我来讲台湾主问题哈，来，我先去讲一个。过去我细汉吼，我住伫庄脚吼，我厝边
迄阵为了咧拼经济吼，厝边就有猪条咧饲猪啦，啊饲个生卵啊。我若读初中要炸便当，我透早就爱看我的鸭有生一粒鸡卵无，鸭卵啦，鸭咧生鸡卵个，生鸭卵若有，我就捡给阮妈妈煎卵，我就荷包蛋当个大吼。啊，若无就老鼠啦，就剩菜脯咸鱼啊吼。所以迄阵呢，国民党来，咱生活真歹，拢食番薯签。啊，结果若要注册，倒来我的猪吼，有够大只，会当来卖，安尼较有钱人注册。我会记迄阵，我妈妈因饲猪吼，拢爱饲头两百公七个，倒会当掠来抬，还是掠去卖安尼啦。个蒋介石1949年。差不多12月，为中国遐引进甲要200万只猪来，互咱饲啦。啊，只饲咱个饲要70吨啊，拢袂抬得。咱继续咧纳税金咧甲饲啊，吼。啊，你听有啦吼。所以台湾有很多猪的问题啊，吼，安对无？台湾猪问题，好。好，啊，咱看第六招，第一招多杀精英，伊利用二二八事件。其实蒋经国迄阵就是情报头，伊用派个情报人员来台湾，首先甲各乡镇市个台湾个头人调查清楚、列册，利用二二八事件，按照这个名册，甲咱台湾人个精英到要30000人拢来调。这个30000精英是日本政府开50年才训练出来台湾个精英。因为蒋经国因爸仔囝，伊知影讲，伊三流的国家的人民要来管一流的日本台湾人，一定歹管的，无甲这些精英抬死，无在条管，吼、哦。所以第一就是要甲精英抬死。你来看比利岛事件，同款，这些精英死了，吼、哦，差不多50年啊。后代精英佫起来，佫葡萄啊。伊要阁蒋介石要利用二二八事件这个模式，要用美利都事件，要阁甲只精英掠来，美国出来动，讲你爱司法公信吼，所以司法大审有无？迄阵哦，做甲蒋介石嘛演一演给美国人看，吼、哦，所以唔靠会出一个，即个美利岛大审，即个律师拢准请来，吼、哦，包括这个陈水扁，吼、哦，啊个谢长廷，吼、哦。我即下准备啊，准出头出来。迄阵按算讲，要阁甲即个精英掠，第二届精英要阁掠个台啊，吼、哦。遐若阁台，哇，咱就阁唔知要阁凄惨偌久，吼、哦。好，啊，即精英，伊个即个精英就是让领导去咧抗暴，抗议即国民党政权的吼，拢、哦、要台掉。所以迄阵有一句话讲：囡仔人有耳无厝无嘴，饭加食寡，话减讲寡。较袂出代志，较袂要厉害，吼、哦。好，过来，搞垮金融甲经济民生。迄阵台湾是足富裕的所在，因为台湾物产会当一年生三摆，生产三摆，稻米两届，到寒天10年吼、哦，就是土豆啦，还是番薯啦，啊，这个番麦这方面的吼。哦这卡闽南的水诶，因为寒天嘛卡无水，吼、哦，所以早期台湾许日本退掉了，日本甲发现讲台湾是鱼米之乡，日本欠粮食，摕到这个台湾了，依靠资格发动南太平洋战争，吼、哦，有一句话讲三军未动，粮食爱先行，就这个原理，吼、哦，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吼、哦，就是你若无粮草。唔免讲要修剪，因为这兵啊，三更无食饭，两脚免啊修剪。哦，所以日本摕到台湾了，靠我都发动南太平洋战争。那么战后，咱的港口仓库、各乡镇的仓库，拢粮草填一填。中国军来后，发现讲那台湾是宝岛，结果把咱的粮食，哇，伫仓库的粮食，拢摕去偷卖，摕去中国卖，卖乌市的，去上海，因迄阵咧国共内战。做乌市的价钱足好，一半卖第六袋啊，一半去
支援中国国民党诶，含共产党咧修建，所以台湾流失出来有少料诶。而且因来，伊发现讲，啊，着台湾人吼，物件拢用纸甲买就好啊，伊拢印钞票，旧台币一厘银一厘银，印甲超量。你若甲讲啊，这卖过一支一百块，伊就印一百块甲你买。啊，这保温瓶两百块，伊就印两百块甲你买，用纸甲你换。咱的粮食也好，也是所有物件，伊换了啦，换到咱厝内钱一堆，换咱买一斗米哦，爱赶几部队出去买。啊，即马不然换到咱钱足济啊，伊甲你用四万换一块无？无，奉令。奉令以四万块比一块换作新台票，惊死人嘞！你看咱来讲，咱去加油，起一个五角一块，咱就哀叫；啊，外口的卵啊，起一个一声两声，咱嘛哀叫。这四万八呢，惊死人吼！所以阵有人土地卖几十家，讲要起大厝，哇！隔天四万块一块，他那钱如果剩下可以买一支条的阿蒙头怎样而已，所以那人买了自殺。啊，为这张图来说、为这也可以看出中华民国无台湾的主权。所以你来看，你既然要把台票要换新的，你哪会无做中华币，你才用新台币，因为所有的国家都有他的钱啊，美国有美金啊，法国法郎啊，英国英镑啊，日本有日元啊。啊，你中华，你中华民国，你才无发中华币，无发出你家己的钱，你哪会阁用日本时代的代表？敢若加一个新台币？为啥会当看到讲，伊无台湾的主权，所以伊袂当带台湾发伊的中华币迄个钱？吼、哦，我一下看会出来哈、哦，好。地生鸟，把大地主变成小地主。你看精英无去啊，领导者无去啊，啊无钱，一寡四万块钱换一块，台湾人讲无钱啊。因为你即马嘛要招人去抗议，你嘛爱租伊咱车，爱租饭店好食吼，有迄个餐厅食倒吼，起码无嘛爱准备便当好食。啊，你无钱免啊招咱车，大地主嘛地方的头人。伊用三千五减租，耕者有机田，有无？耕者有其田，把你个大地主变成小地主，大地主原来伫地方化水个耕种个人，原来全无力哩啊！吼、哦，所以无人才领导，无钱，无地方个条仔，无啊多抗暴，吼、哦！来，你像这，你看土地是哪？因敢大只讲甲足好听，讲因土地改革，就是因为因无炸土地来大只，所以伊大只割别人的地，恁台湾人的地，伊那么要分割免咯，无伊无袂听。你若伫中国，你若炸那个分割落吼，大地主甲割甲变小地主，连伊许中国人甲变过啊吼。好，过来台无死的吼，后壁用白色恐怖。哦，迄阵袂使三个人做伙讲话哦。三个人做伙讲话，就这种怀疑，拢报到警察，就调伊问啊。所以，啊，你若讲话讲无合国民党听，不是暗时啊，就判刑向掠去啊。吼，掠伊关到生煞无吼。过来用敌性反转、新闻错乱的愚民教育。敌性反转就讲头拄我咧讲的，咱本来是看。国军的修正呢？咱敌对，伊来了，甲咱讲，咱拢回归祖国，咱跳过，咱新闻变过，敌性反转，本来是修正的，却变跳过革命共国语，咱的新闻就乱去啊，好无？即款的愚民的教育，OK， 好，过来用假民主选举，好无？你看，国民党有党产，国民党有媒体，尽所有的报社、电视台内底。管理阶级经理拢中国人，咱台湾人啦，靠你去报社、电视台，拢咧做走外口的，也卡面拿咧翕的，拄麦克风咧采访的迄个
迄个小姐，拢做即款的。蔡英文回来，迄影大，经过一下中国人的主管看，哦，啊，这报人啊，对国民党败，而且迄卖报藏起，哦，这报了对台湾的，对民进党败，报较大片呢，照三顿甲报安尼。所以，伫即个媒体解说权，伫中国人的手里，吼、哦，而且选举咱才选的赢人，因为。有东山会当买票，伊乌白两道配合，用伊个条仔，比如李长，国民党发钱落，李长钱摕咧，佮招一个乌道个，去到恁兜佮你买票，啊，你钱收了，换乌道就出来，乌道啊，你选举拢头管你，拢穿西装，乌西装也好，也是夹克，内底唱一个新民，关公啊，不就是妈祖。即摆你钱摕了，即摆换乌道出来讲，哎、欸，啊，神明有看到，妈祖有看到，关公有看到，你票爱投出来，连神明啊，迄个阿姨咧恐吓台湾人民啊，啊，你看有悲哀无？所以这民主选举假嘛，因为起跑点无同，刚才咧走一百公尺，国民党有贴钱，贴条仔卡，贴伫个五十公尺头前，变到咱要个五十公尺较足个着。所以咱拢选举拢会选输，吼、哦！所以这选举是假，吼、哦！所以干那即六招，咱台湾人就服服帖帖啊，吼、哦，就变无脸啊，吼、哦！好，那么咱来看外来的品种的这个作物啦，吼、哦！好来，这个番石榴，吼、哦！啊，这个番茄，啊，这番仔姜啊，吼！那外来拢会好些番有无？啊，咱台湾姜是种伫土骹，啊，即发伫空中，所以叫做番仔姜。过来番薯有无？番薯，过来番麦，番麦哈，还有一个番仔花，哈、哦，即拢外国来拢给你一个番。啊、我即摆想讲。啊，咱家己遐会去，咱台湾人解讲，咱是旱季啊，有无？旱季啊，落土会生炭，吼、哦，大大炭呢，对唔对啦？你要注意看，中国遐老兵，咱那个叫做啥？老蚵啊，有无？这是蚵啊。其实这蚵是咱本土台湾出产的，啊，外来爱个叫番，中国人你爱个叫。番薯嘛，吼、哦，番薯啊，还佫看不音，咱拢讲番薯啊，咱家己叫咱讲咱叫做番薯啊，佫看不音。那闽南语看不音就是啥？家己轻视看较细。你看咱若咧讲车，车就较大只；啊，若车较大车就较细只，哇！拖拉机较大只，无人咧讲拖拉机啊，对唔对？吼、哦，所以咱家己头壳混淆。人咧讲番是外来，哦，你看这番石榴、番茄、番仔姜、番薯、番麦、番仔花，这拢外来，拢荷兰时代介只早期引入来，拢叫做番。连迄个荷兰人头毛红红，咱嘛讲叫做红毛番，好无？啊，咱台湾的原住民方叫做番，嗯啊，有一届含荷兰人斗阵讲。唔、嗯，你用叫阿门番，我嘛叫做红叫番，安尼咱第二番哦，咱感觉个哦，有人安尼咧讲哈。好，所以咱莫讲咱就做番薯啊，咱就做乌啦哈、哦，咱是本土的。好、哦、，OK。啊，荷兰时阵毛引进一个物件叫做阿门头，唔是干那引进只尔。阿门头是啥？你知道？水泥啊。就是红毛番咧用的土，叫做红毛土，安怎样啦哈 ？OK， 好，好，过来，国家民族错误的认同，过去咱拢错把中华民国当作五国，讲中华民国是最大的公约数，最大公约数，而且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咱就拢安尼模模糊糊。啊，搞不清楚状况，好，
咱来以2008年陈文林来台湾做咧，迄阵拄啊马英九就任去哩哈，啊，敢那10月份迄阵，啊陈文林来，迄阵马英九下令为桃园机场甲台北市沿路袂使有中华民国国民党、中华民国这个车辆机，所以派伊个中华民国建设沿路咧搜查，然后看到中华民国机啊，拢甲收起来没收。啊，咱戆台湾咧，尤其日军咧啦哈。民进党遐支持，煞摕中华民国旗啊！伊知影讲中国迄个马英九唔敢摕迄个车辆旗，民进党的人竟然摕中华民国旗啊！伫路林遐咧抢，啊咧跟警察咧抢啦，咧警察抢来，佮个澳做几个弹崩说，啊，照讲人马英九中华民国因都无爱啊，中华民国旗啊，代表旗啊都无爱啊，因咧收因咧弹崩说啦，咱唔着爱去个倒收倒弹崩说人，啊摕看。代表台湾的旗啊出来，结果不是讲摕中华民国旗啊咧捍卫，替中华民国咧捍卫中华民国，爱着头个歹呀，用洗脑的。竟然台北市五千旗咧也飞，马英九爱去派警察去甲报，惊有民进党的人来带人呢，去甲抢来甲搞破，就甲放火烧。这因老大哥习近平的旗啊！胡锦涛的旗啊，爱甲保护好，你看。所以迄个阮去抗议吼，我哩屏东要出啊，拢爱偷走出啊，啊拢好到台北都要两点嘛吼，啊就参加游行，啊若行到凯达格兰大道总统府头前，连咪阮听遐头前讲的拢较细卡，听听爱走啊，因为无较早走吼，等于到屏东就三个面部啊。所以我拢，到尾我六点我就爱五六点我就爱走。啊，伊个吼，阮走，我那西来到桃园遮，伫民间的休息站吼，办桌吼，食桌。啊，叫阮迄个吼，迄个几啊十万来参加吼，煞塞车啦，所以阮迟到。啊，叫我看阮的订的桌啊，已经人咧食。啊，你去迄个，哪一去抗议的年纪拢较大？拢白头毛，啊！阮去甲迄小姐，迄小姐可能新呢。讲我啊，阮的桌上用咸鱼，用人咧食呢。啊！你可能新来，他们看，啊，看迄种白头毛吼咧食。迄阵来空气拢头退休的啦，拢年纪较大啊。伊讲哦，迄道搁食无偌久啊啦。哎、欸，意思讲连咪会走啊？啊，无听个都，我看有滴有听着。目睭顶头你甲阮看，吼、哦！阮大家讲，嗨，小姐，来讲一句话，讲去德国食无偌久啊？呢，哦，好啊。过来，咱来看2012年伦敦办奥运吼，做咧。伦敦奥运会伫伦敦市内有不挂中华民国这车辆旗，啊，强啊抗议，讲你来无用奥运的模式挂。迄五权旗，吼、哦，啊，所以伦敦奥运会，有啦，像我阿姨，伊做了唔对啊，所以赶紧改旗啊，拢收啊。啊，戆台湾人佫摕旗啊，伫遐点，吼、哦。而且你看，电影三太子嘛是啊，嘛去伦敦遐咧发旗啊，发车辆旗，啊，即拢大部分台湾的少年家啊，即拢用洗脑去。咱的国家唔是即支旗啊。咱的国家是大日本国迄支吼，正是咱的国家啦吼、哦。好，那么咱连续讲几啊年，旧年中国国台办这个主任张志军来访问台湾，即个都无看到车辆旗吼，也无五星旗吼，所以咱咧当年咱咧咧讲完了好吼、哦。好，那么国家民族错误认同的上大声的。始作俑者，什么人？咱来看。哇，哦，时间这紧，还没到。啊，拍者，我时间到哈。啊，明仔八点我可继续哈。啊，七点半，咱秘书长，好，我今仔先讲到这，多谢各位，谢谢。